与椅子或床一样，马桶也需要比膝盖高两英寸。加高的马桶可以将座位提升到适当的高度。从马桶上起坐时，手臂一定要支撑着。您可以在马桶周围装上安全框架，有些加高的马桶本身带有扶手。如果您不用扶手，洗手间的台面应当很近，这样您就可以扶着它站起来。坐下时，像坐椅子或床一样，后退到加高的马桶边。当您感觉到马桶就在腿后时，把手术腿伸直，好腿稍微弯曲，用双手扶着，将身体慢慢地下落到座位上。起身时，身体在座位上向前滑动，把手术腿伸直，用好腿和手臂的力量将身体托起。一定要双手同时撑住扶手，以保证整个设施的稳定。千万不要用毛巾架或手指架做扶手拉您自己起身，这些架子很容易从墙上脱落，导致您摔倒。如果您在洗手间内需要额外的支撑，可考虑安装扶手杆。